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未生善法当令生，尽恶业今始尽。十方三世佛家护，迅速发起菩提心。诸位同学，今天的净土要义呢，跟他接下来继续介绍的是第21集。我们上一集呢，跟大家介绍蜡烛光跟黑烟这个比喻，跟我们念佛以及妄想，这是同样的一个现象。蜡烛光亮的时候，这个蜡烛旁边有黑烟，就像你念佛的时候，你念佛的时候还有妄想杂念，所以黑烟尽管冒呢，蜡烛的光并没有熄灭。念佛尽管念，妄想虽然存在，妄想没有妨碍到你念佛的这个念。这呢，专注下去，不要在乎那个妄想，正念的念都一直存在，这不也是一种一心不乱吗？只是呢，不是炉火纯青的那一心不乱。所以不了解自己的心态，总是大惊小怪的，疑悔交加的。这么一解释呢，这么一讲，是不是你可以安心的念佛，就不用呢找方法想办法怎么把妄想压下去啊？怎么样呢能够呢念佛呢都没有妄想，就不用用那么大的力量，你只要正念在，你这个妄想虽然也有，就像光亮在，黑烟也存在。当然这种现象来说，往往比喻这样叫做品质比较差的蜡烛，品质好一点的蜡烛黑烟就会少。所以念到后来呢，正念多了，黑烟就少了，品质改善了，黑烟就少了。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们上街走路，道路两边呢，是不是有来来往往的车辆跟行人，它川流不息，这对你呢有没有妨碍？没有嘛。尽管那些人来来往往，那些车子来来往往，没有妨碍到你，你还是继续在走路。所以你念佛呢，只需一路的念下去，其他有妄想杂念你不管它。有时候念念阿弥陀阿弥陀啊，忽然呢跑出了一个念头，哇，今天这个股票不晓得跌价了没有。有时候又阿弥陀阿弥陀，哎呀，明天房子啊卖不卖得出去了，阿弥陀阿弥陀，哇，李大婶那边的利息啊下次应该收回来了，阿弥陀阿弥陀。虽然呢你在念佛，还有这些杂念出现，你先不要管那些杂念，先专心的念佛。有时候呢你会觉得又想专心念佛，又打妄想，一边呢觉得惭愧，一边又盘算着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其实你只要呢中间这条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这条路一路前进，向着你的目的地走，不要管这个街上啊有多少人，也不管人多人少，你规规矩矩的只往前走，终会到达。念佛的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毫无难处。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前面说的，你的知见正确的建立了，信心的力量正确的起来了，正确了，那你就是这样子规矩的直往前走，一心不变的就是念佛，不要东一下西一下，今天念个阿弥陀佛，明天人家说药师佛好，我就念个药师佛，明天人家说观世音菩萨不叫你，又念个观世音菩萨，明天说这个咒语灵，后天说那个咒语好，整天的忙的比做生意的人还忙。这样子的话，当然你要达到目的是很辛苦的，所以一路的走上去，不管旁边有什么，有妄念，有杂响，有黑烟，知道有，好，不管，就是向前。如果懂得这样的一个原理，那么一个念佛的人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一心不乱，因为本来我们就是清净的，本来已经是一心不乱的，我们何必呢另外的苦苦的去追求。你的心呢能够平静放松，那个就是清净。当然至于全然的如火纯青的一心不乱，跟我们刚前面说的那样的一心不乱当然是不一样。如火纯青的一心不乱啊，就有如我们的火光啊到达最强烈的高温，最强烈的火光啊的情形是变成青色的，由火红之光啊到最强烈最高温的时候是青色，青色青光，没有余烟哦，这个炉火纯青是有亮光哦，没有余烟，就像我们说的品质最好的没有烟。我们现在的这种技术啊也已经非常高明了，高明到呢所做的蜡烛的烟呢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炉火纯青的一心不乱的念佛是没有妄想的，没有余烟的。可是初步凡夫呢虽然有妄想，但能够一心念下去的一心不乱也就不错了。功夫深的时候一下子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呢念下来，突然呢定住了不动了，一句就够了，再也不需要第二句佛号。所以才说一念啊万念，万年一念，这个时候是忘记了身体的感觉，或者呢知道有个身体但是动不了。此时有些人呢竟然会害怕这些境界，咦，什么身体不见了，没有了，
那怎么呢？怎么不能动呢？有了一个好的境界，却自我来障碍，自寻烦恼起来，这是何苦来哉呢？既然念佛呢，还管他身体如何如何，要死便死，一念往生西方正好。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你真的盘腿在那念佛修法，结果死了，那不是正好吗？正好是修行人嘛，未到妄趣啦，能够呢道行这么高，盘个腿念个佛就走，不是正好往生吗？为什么还竟然害怕了？所以我们提到，如果能相信《金刚经》的般若空性，是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以无量诸佛而种的善根，才对空性的现前不害怕。不是说我念个《金刚经》的文字念念，我都没有害怕，那就是我善根多重。是你碰到了这样的一个般若空性，你没有害怕。我们一个身体不见了，还不是般若空性，你就害怕了。其实这不懂，正是念佛得力的正常现象。非观死亡，何足怪哉？四三境界，不作圣解，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好的现象呢，对身心当然有突破、有帮助，但不要把这个当作救世道。所以有一个居士呢，跟我形容说：“心悦孤雪。”那看了这一个文字，写修行的境界，心悦孤雪。结果呢，他就看到了一个虚空。虚空上有一个月亮孤立在那边，他说他这个境界就叫心悦孤雪。我跟他讲不是，他还不相信。现在的人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学者，他说人就是活在自欺、欺人、被人欺这三件事情。跟他讲实话呢，他还不相信。跟他讲这个不是，他不相信，还要说是。心悦孤雪不是一个影像啊，不是一个空空的境界，空空的虚空，有一颗明月挂在那边。心悦孤雪，内心里清净。没有任何杂染，没有这些黑烟，没有妄想，就那么一念的在。真能够心悦孤闲的人，他是气吞万象的，气度豪迈的，光明的，能包容一切的。不是呢，心里小气，小里小气的，一脸乌黑，身心呢没有活泼，没有开朗，细胞呢是沉沉的，是快乐的，是愉悦的。学佛呢，一脸哭丧的脸，你说，你到了什么境界？谁相信？法喜充满，慈悲喜舍，都不是形容词，都是你修行上真的到达这样的一个层次。这些也都是说明了正常的现象。不要把一个文字呢当作一个境界来看。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里提到念佛念到身体不见啦、啊、身体僵硬啦、啊、其实在那边不能动啦、啊、都是正常的现象，也不要把它觉得多么了不起殊胜，也不用害怕多可怕的事情，这两种过犹不及的心态都不对，平常心来面对它是善境界，不作圣解。除了呢谈念佛呢，有的人很怕死，但是人生当中呢求生呢固然不易，求死也很难。有些人常常开玩笑的说，哎呀怎么死好呢，上吊不行、舌头吐得太明显，跳水玩溺水呛不行，切腹啊太痛了，吃安眠药哇很恶心的，没有一样是好死的。所以呢要呢很自然的很安详的死，很正确的很好的死，那么就非得呢好好的休息，别呢自吹自擂的。真正修行人生的时候没有痛苦烦恼，快快乐乐的。你不要觉得有钱人才有快乐，穷呢穷得心安理得，很安然也会快乐的。死的时候呢不要拖累自己，不要麻烦别人，这才是修行世上的第一等人。以前小时候呢还没有学佛，常常听到一些老人家啦，一般人啊总是说一句、啊、要求好死，说要求好死，心里想什么不好求，哎，却要求个好死啊，你求个名求个利求个什么都好啊，哎，竟然求个好死，不了解，那时候还没有学佛，心里很疑惑，为什么求个好死呢？还有呢以前的人说，哎呀碰到逆境啊碰到困难啊都能自圆其说的啊，这就是我的业啦、哦啊、我就应该去修了，听到这个是我的业、哎、听不懂，就一直在想说这个台语呢要翻成国语这一个字是什么字。学佛了知道业力这个业、哦、原来台语业、哦、我哪叫业，原来是这个业。当然在佛法上的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极业，这个业力形成一股力量啊，形成一股力量的时候就不是你现在的普通心力能主宰，所以你就会跟着业力去走。唯有修行，你的智慧的力量大于业力的力量，你才能够扭转自己的命运。所以你就会跟着业力去走。唯有修行，你的智慧的力量大于业力的力量，你才能够扭转自己的命运。不要呢东算西算的，怎么算都没有用，为什么？自己没有去改变业力习惯，这个力量没有转，你就是没办法改变命运。所以要改变命运啊，《了凡四训》里面有提到吗？做善事、持咒、念佛，才是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就别自吹自擂了。你在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修行减少很多烦恼痛苦了？是不是因为念佛啦，身心越来越开朗啦，越来越快乐啊，心胸啊，不再那么狭隘了，不再那么烦恼了，这才是修行啊。所以我们看那些许多有钱有势的人，财势两全的人，有时候躺在医院两三个月，吊个氧气筒，颠颠倒倒的，半死不活的，苦了自己，其实也累了别人。至少呢，你看朋友嘛，都要来来回回的，多跑几次医院来探望。其实讲现实一点，看也是死，不看也是死，但是人之常情，又不能不看。那不是做给死人看呢，是做给活人看。这就是人世间，这就是痛苦烦恼的一些根由。所以有时候你去看别人生病啊，你去看他们，不要多留恋，不要留恋太久，也就是说不要打扰他，多给他一些休息的时间。你到医院呢，看看好了一点，那么不要多做，不要多说了，好一点就好，那就再见了，自己保重就走了。假若呢是不行了，不行啊，还得呢多劝他念念佛吧，甚至呢你还得帮忙赶回去呢，帮他准备个晚年呢。生命呢就是这个样子，要放下，要看得开。所以呢，我们南上师呢，南老师呢，他提到我真的老了，年纪大了，不要给我上氧气，不要那边拖累了别人。然后这就是说，要自己能够放得下，看得开，并不容易。所以我们提到念佛呢，因此这个念佛不可有任何的挂虑。念佛不要任何的挂碍，任何的忧虑，这一念念到了最后没有了，那么阿弥陀佛的佛号，这一念忽然空了，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念佛。所以我们前面一直讲的生灭灭已，即灭毁乐，这个心呢，清净空灵，正是净土的初相。道理不明白的人呢，就像前面说的境界现前了，反而大惊小怪，心生恐惧，那么自毁功勋与过去呢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一样，同样是一个笑话。叶公呢，据说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小国王，一生喜好这个龙，中国人很喜欢这个龙，他一生喜好这个龙。那么他在皇宫的柱子墙壁呢，雕的画的到处都是龙，连睡觉的床铺也刻了龙，非常的迷恋，真是迷恋得不得了。结果呢，感动了真龙显形，
特地的现出原形来与他相见。这下叶公一看，一条活生生的大龙飞到他面前，哎呀，一下便吓死了。这就是众生啊。所以我们老师常开玩笑说，你观想佛菩萨，佛菩萨如果真的现前，那么又很大很大尊的话，你会不会吓？你会吓坏的。你的量，心量还没有到那里，你做不到，心是清净不动的。所以念佛念到一念清净的时候，身跟心俱忘，都没有了，不要怕，继续定在此种境界。愈定功夫呢越纯熟，念念清净，念念呢你在佛心中，佛呢也念念在你心中，这非常重要的。念念清净的时候，你每一个念念念你都在佛的心中，佛也念念在你的心中，久而久之，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无相的这个无量净光自然现前。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形，净念相继了，念念清净的无相的无量净光自然现前，所以一心不乱怎么会达不到呢？我们前面都说了，凡夫皆可做到，只要呢好好提起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念头一现，已是一心不乱，何必再求。只是呢，功力火候尚不纯熟，而往生的品位有高下，如此而已。凡夫的一心不乱，跟炉火纯青的一心不乱，只是品位的高下。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你念佛的时候，旁边起了杂念，杂念同你有什么关系？这些文字呢，都是在告诉你正确的知见是什么。妄想呢，它尽管是妄想，念佛你尽管去念佛，念佛和妄想呢是一体两面的。我们说好像两兄弟哥俩好的啊，这个小弟弟呢，捣蛋啊，怎么捣蛋，怎么调皮呢？只要这个做大哥哥的自己呢，一路呢，照应的好，这个弟弟呢，如何的作怪呢，都没关系，说都不会妨碍到你。也就是说，你念佛呢，一路的照应，好好的念呢，这些乱想的想法呢，都不会妨碍到你。阿弥陀佛的正念呢，已经清楚地呈现在那里，已经呢明白地呈现，所以已经自觉的力量在那里，你何必呢担忧呢？这就我们一直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个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此等一心不乱的境界，我们说凡夫的一心不乱的境界其实并不困难，至于呢要念到究竟的法界一心不乱，那便是智慧的成就，不是功夫哦。智慧的成就，大彻大悟，
一切的众生本来是佛，一切的众生皆在佛心中，佛也在一切众生心中。所以说心悟众生佛，事无差别，不是只有善无差别。我们说到这个心悟众生佛都没有差别，再来告诉大家，很多人呢、啊，透过一些实验说啊，你对花讲话，花会长得更好；你放音乐给花，花会哎长得更漂亮。他不知道心物是我们的本体，一体两面的东西，所以没有差别。而这些花草树木，它是我们的依傍，它不是有感情的生命，它是有机的一个生命，不是友情的一个生命。所以因为有一个机能的能量在那边，它是一个依报，不是正报。六道众生，六道的轮回，六道才是正报。所以六道当中没有一道是植物花草树木，很多人误会了，以为他们你看有知觉有感觉，那是心物一言的感应。所以你对他说话，你放音乐给他听，为什么会更好？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我们提到这里说到众生心中心物众生佛事无差别，就提到这个。当我们修道悟道，证明到了如此的境界，非但天人合一，虚空即我，我即虚空，到这个时候才是虚空即我，我即虚空，而且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才是真正的法界一心，一心法界。念佛呢，能念到此等地步，不一定学禅啊，也不一定学密啊，不一定研究什么天台啦、花园，一路都可以到底。但是呢，不要否认了，不是这些不好，不是这些错，就说当你一门深入到底，之间正确都可以成功的。至于你学禅学密也是可以成功的，至于你从天才从华严入手也是可以成功的。不要呢提倡一个念佛所有的东西都只要念佛，其他都不是，不是这个样子。想念佛想往生西方与阿弥陀有缘的众生，那么都可以正确的用正确方法去修行到底。但并没有否认，我们常讲佛的法门呢，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好的，只是众生呢相应的角度根器不一样。虽然说末法的众生啊，最相应的是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最相应的是持名，所以持名念佛啦，阿弥小本阿弥陀经的解释啦，比一比皆是，很多人都解释了。那么你随手可得，可以拿到一些解释的经典。那么下一次呢，在整个课程结束之前，我会跟大家稍微来大意的解说一下《观无量寿经》的原因是，接受《观无量寿经》的人比较少，而你真的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这里面描述的都是那里的境界，你至少观想不起来，也要看过这些文字。所以我会比较呢偏向呢
跟大家介绍这个观无量寿经。那么持名念佛啦，很多人介绍非常好，那么大家都可随手可得的可以拿来看。所以我们谈一心不乱，懂得这个原理了没有？你念佛持名的念，不管你的妄想，不管你的黑烟，老实诚恳专一不变的一路下去，可以成功的。要相信，不要怀疑，不要后悔，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念佛的情形谈一心不乱以后，要跟大家再介绍禅净兼修法要，是由憨山大师，明朝憨山大师所做的一篇很好的念佛的法要。那么憨山大师年谱里面有他非常精彩的修行的这个文字，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我稍微提了一下让大家来了解。憨山大师年谱呢，到了8岁的时候，他这里写着：于，就是我，于8岁读书，寄食于隔河之亲家。于就是我，憨山大师那时候8岁而已哦，他读书必须去寄住在对岸河边的一个亲戚的人家，寄食，寄住在那边，在那边吃，在那边住。对岸河边的一个亲戚的人家，寄食，寄住在那边，在那边吃，在那边住。母亲呢，母戒不许回，母亲就告诫他，好好的读书，不要动不动就想回来。但今月归一次，就是每个月只准你回来一次。那么才8岁的小孩子，一日回，念母不肯去。才8岁，我们现在10几岁都不懂事，还说8岁。一日回呢，有一天呢，每个月回来一次啦。那么有一天回来了，就是眷恋母亲嘛，8岁还小嘛，就不肯去读书，想留在母亲身边。母怒鞭之，赶于河边。母亲很生气，这个母亲有大手笔的，就打他，把他赶到河边去。那么不肯登舟，他还是不肯回到船上，不肯登到这个小舟里面。母怒，提及抛于河中，不顾而回。看这个母亲的大手笔，母亲很生气哦，提起她的发髻，以前的人啊，有留头发，抓着这个头发呢，把它抛到河的里面去，没有回头哦，不顾而回哦。没有看他，就回去了。于是祖母见之，这个时候他祖母看到了这个现象，急呼救起，送至家，就是
赶忙的很急的叫人家赶快把这个小孩子救起来送回家里。母月此不拆额，不淹杀，留至何为？那么母亲还说了，这个孩子呢不成器了，不怕淹死了，算了，留着有什么用？又把他打，又打碎，把他打他赶他，略无留恋。一点呢，看起来都没有眷恋这个孩子。他形容说，于是时，就是我这个时候呢，思为母心狠，就说自己呢，认为呢，自己心里面想，母亲的心很狠。那么，既然母亲心这么狠，自是呢不思家。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说我不想这个家了。可是母亲呢，却常隔河流泪。母亲是站在河的这边，想着孩子，流着眼泪。为了让孩子成器，他故意做出这样一个行为。不像我们现在的人，怎么去溺爱自己的孩子？那当然呢，母亲隔着河呢，在流眼泪的时候，祖母呢，祖母骂之，祖母就来骂他了。那母曰：“故当觉其爱，乃人读书耳。”当然呢，要断绝他这种眷爱的念头，才能够好好的读书。我们先看憨山大师。憨山大师他有这样的一个母亲，不是我们一般人有的。也就是说，这个母亲并不是普通人，这个母亲事实上呢，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好的母亲。当然你说跟一般的人呢，我们现在社会的乱象啊，有一些父母呢啊虐童呢，那是不一样的哦。他是为了让孩子呢能够正确的去学习东西，不要让他呢啊太眷恋这个家，尤其是个男孩子。但是呢，我们想想，他才8岁而已。那么我再录取了12岁这一段，于12岁长居不要熟，互未定亲立子志。他12岁而已哦，经常呢在家里不喜欢世间的东西。有一天呢，他父亲想要为他定亲，定一门亲事。他立刻阻止他。一日闻经声言，有一天听到京城来的一个出家人说呢，报恩寺西林大和尚有大德。那么有一天听到京城来的一个和尚啊，师父啦、啊、说，报恩寺有个西林大和尚，就是住持僧永宁，他的法号是西林，法名是永宁。那么有大德，在修行上呢有很好的这种德行，于心即欲往从之。他的心呢，听了以后就想要去追随，想要去跟从这个西林大和尚。白富富不听，他禀白父亲说他要去跟这个师父，父亲呢不肯啊。你看这个母亲多么伟大。母曰：“养子从其志，谛听其成就耳。”
养孩子呢，是要顺从他的志向，不是要他随着你想要的方向，所以我们就听着看着他去成就吧。这样的一个母亲才12岁，现在的人怎么舍得？所以这个母亲不是普通人。那么又有一段文啊，是19岁的时候，于19岁，就说19岁啊，当然中间有一些文我没有录。有欠于往事者，有人呢、啊，就是有这个国家有考试啦、啊，啊，有人欠他去考试，他这个时候已经在寺院里面了。那么时。明朝的这个云谷大师正法眼啊，在云谷大师是一个非常啊有禅师的修行跟手法的人，所以称为正法眼也。住在栖霞山中啊，他这时候云谷禅师、啊、住在栖霞当中呢、啊，这中间还有一些文字啊没有录取于。执事盛情，他当事者就很清怪了，时闻其教，那么就经常可以听到呢啊云谷大师的这些教法啦。是云大师出山，那么因为有人劝他去考试啊，这个时候刚好云大师出山来，文有劝于之言，有人劝他去考试，那么恐有去意，恐怕呢我有这样志向离去，想去考试的意思。大师呢立开示，出世参禅，悟明心地之妙，他就大力的了来为这个憨山大师啊来开示啊，来告诉他出世间法的这些参禅啊如何悟明心地这种微妙的情形。他就大力的了来为这个憨山大师啊来开示啊，来告诉他出世间法的这些参禅啊如何悟明心地这种微妙的情形。立教立树传灯诸祖及高僧传，就是呢历来的这些啊传灯录里面的一些祖师的修行的方法啦，还有一些高僧大德如何用功呢？命于起看，就要我去拿来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哦，中间还有些文没有录。这个时候他看到《中风广录》啊、哦，元朝的《中风》，他。得中风广录读之，就读了这个中风广录，未中走就没有读完，还没有把这书读完，乃大快，心里非常的欢喜，叹曰，感叹的说，此于心之所悦，这才是他心里想要的，他心里非常喜悦的。遂至决作出世事，于是呢就决志决定志向要出家了。既请祖翁为披剃，请了这个啊云谷大师这个啊就我们说的上人啊师公啊来为他披剃。
则尽焚气所习，专意参就是未得其要。他嘛就把这些世俗的东西都放弃了，专心的来参禅研究，还没有得到这个要领啊，参禅这个情形还没有得到他的要领，乃专心念佛，日月不断啊，就转过来好，专心来念佛。自己我们常讲，有时候自认为呢，不能入此法门，业障深重，先念佛拜佛，专心的消除业障。所以他乃专心念佛，日夜不断的哦，如是未及哦，没有多久哦，一夕梦中间阿弥陀佛现身。我们念了好久都没看到现身，他一夕之间没多久，有一天晚上梦见阿弥陀佛现身，绿空中当日若处，见其面目光想寥寥分明哦，很清楚的看到了阿弥陀佛。所以于接主里他就来啊顶礼他，哀恋无语啊，非常的啊高兴啊，衷心的啊求阿弥陀佛来这种啊给他这样的一个瑞相，那很高兴啊。这就是说他的用心的至诚，不是要多少，是用心就够就达到了，所以要如此用心才对。我们还没有讲完，下次再继续。我们回向：我持普贤殊胜行，无边胜佛皆回向，不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未生善法当立身，不尽恶业今始尽。十方三世佛家护，迅速发起菩提心。诸位同学，今天的净土要义第22集，继续呢来跟大家介绍堪山大师的年谱。上次我们提到他19岁的时候转过来专心念佛，他日月不断，如是未及，这样子的情形没有多久，有一天晚上他就梦见了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现身立于空中，当日若处，也就是说他站在西方的那个地方哦，西边嘛，日落就是西边的地方。见其面目光相寥寥分明，很清楚的看到他的脸，他的光
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的，于皆是皆足理，我呢，在当时就接着佛陀的脚，顶礼着，哀念无已，非常的看到佛这样的现身啊，无比的这种哀念之情啊，啊，缓缓的升起。复愿见观音世智二大士，又呢想要看到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两位大士，才动这样的一个念呢，即现半身，这两位大士都现了半身。至此时时呢，三身并然在目，自信修行可办。所以呢，我们说憨山大师不是普通人的根器，他感应有一个那么有大手笔的母亲，他才这样子而已呢。从这样子的时候开始，时时哦，常常三圣炳然在目，这个现象常常在眼前。从此呢，他相信得过自己，修行一定可以成功。在19岁的这一年，4年冬呢，在这个冬天啊、哦，还有一些文章没有录，我从请无极大师讲华严闲谈，就这寺庙里面呢、啊，就请了无极大师来演讲这个华严的大义，于即从受具戒，他就从这位大师受了具足戒，随听讲就跟随的听讲华严经，至十玄门，华严经里面谈到十玄门，海印深罗常住处，谈到了这里，恍然了悟法界圆融无尽之智，根器绝对不是普通人，是有愿力有修行再来的。一听到十玄门的海印深罗常住处，恍然已经能够了悟法界圆融无尽的这个道理。至此呢，这当中还有一些文啊、哦，我们没有详说。至此行住，冰雪之境，从这个时候开始，往往啊，是在这样的冰雪之境，居然在目。这些境界呢，那么清净，那么明朗的，都历历在眼前，始至愿住其中。那么他当然呢、啊，也就是希望呢、啊，能住在这个地方。哦，当然这个地方呢，啊，就我们说的这个台的地方。凡事呢，无一可心者，和离世之念无可忘之，什么事情呢都没有觉得他很可疑的，就是很对世俗对一切事情很平淡的，唯有呢这个离世的念头呢没有一刻的忘记。29岁出家受戒，而自信修行能够成功，随时没有忘记这种出离的念头。20岁的时候，他参公案，用心太急了，于是呢，背部画了一个居，就是庸，
红肿盛迹，很红很肿很大。当中呢还有一些文字，我们从他于搭袈裟哀切恳祷，于委托前曰：此必冤业所命在耳。他这个时候呢用心太过，参禅用心太急了，忽然背部呢长了疮，长了痈，红肿又很大。他呢就搭着袈裟哀切恳祷于韦陀菩萨的面前，就说呢这必定是过去的冤业来所在的，来要命的。那么愿诵华严经十部啊、哦，那么他希望诵华严经呢来偿这些债呢。那当然以后呢他就是说发这个愿嘛，因为他这个当时呢是在禅期当中，他不愿意离开，他虽然生病了他不愿意离开，他希望呢继续呢能够参禅修行，向韦陀菩萨发愿，他日后参禅完以后呢他要诵华严经十部，那么希望能在这个禅期当中呢他能够完成他恳切的祈求，能够帮助他在禅期当中不要离开，还是继续用功，咱们礼佛求忏悔。如是至后夜倦极，他一直这样虔诚的礼佛，到了后夜了，深夜了，很疲倦，疲倦自己一上了禅床啊就熟睡了啊。到了天明，天亮了以后，大师呢就问他，问样何如，问就说样就是这个病怎么样呢，余曰无样也，没有病了。即视之，后来转过来看他的背呢已平复矣，不红肿了，不肿起来了，是平的。可以想知呢憨山大师的用心呢，他的真切。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上五台山，他很喜欢这个北台，那么北台又有一个憨山的这个名，所以憨山大师的憨山是这样子来的。在维越名山志里面这本书里面提到秦始皇呢啊，他要编此山呢，此山不动，所以因呼曰憨山、哦、他28岁的时候有五台山。所以我们揭露了一些呢憨山大师他的生平跟用功，让大家来了解他本身啊是怎么样的用功哦，不是只有叫你念佛了事啊。当他28岁的时候登这个五台的北台憨山的时候，登这个盘山顶啊，就是有一天呢跟人家来这边出游，那么这个盘山顶上啊有一个石岩、哦、就是一个石头的岩洞，内一隐者灰头土面，石座里皆不照应，里面一个修行人啊，隐者一个修行人，灰头土面的就我们说的蓬头垢面了，没有梳理没有打理了、哦、头发长长的了
啊，脸也不注重要不要洗了。那么寒山大师啊，明眼人啊，别具之眼，知道这应该是有道之士啊，就跟他顶礼。这个人呢、啊，绝不照应，也不回应啊。问意不语，问他话也不回答。所以寒山大师知师之非常人也，知道不是普通人哦，也跟他一样一同默坐，跟他一起在那边打坐。少顷一会儿，饮者烧茶，唯取一杯自饮。哦，一会儿这一个修行人自己就烧茶了，煮茶喝的时候，自己拿自己的杯子喝了，也没有拿给寒山大师。寒山大师一起一杯，这寒山大师自己就去拿一个杯子自己喝。饮茶尽，喝茶完了，饮者呢还茶聚于原处。这修行人把喝茶的茶杯啦、茶具呢，就归还到原来的地方，端坐如故，就又继续在那边打坐。师呢亦如之，就跟他一样，也把杯子呢啊放到原来地方，也打坐。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这个修行人自己去煮饭自己吃，也没叫他吃。那么寒山大师也自己拿着碗就吃了。行，就是后来呢，这个夜中呢，饮者出言外惊醒，是以随之。晚上的时候，这个修行人呢，就走出这个岩洞外面来做惊醒。出家修行人呢，惊醒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寒山大师就跟随着他，也这样惊醒。明日呢，师之茶时，哼茶。饭时煮饭。明天呢，寒山大师啊，很聪明的人呐、啊，察言观色，哦，知道什么时间该煮茶去煮茶，什么时间该煮饭去煮饭。他煮好了，这个修行人也同寒山大师一起吃。入夜呢，惊醒也一同这样子惊醒，如是啊，都没有讲话，如是以其饮者方问。这样过了七天，这个修行人才开口问话了。当然这问话当中很多没有详细揭露，这问话当中呢，问到后来呢，这个修行笑说，笑着说呢，我住此三年呢，三十余年，今日死欲同风。今天呢，才遇到呢，同样的这种修行的态度。刘师柱是以忘返，刘这个寒山大师柱，那么师呢就忘记要回去，一夜惊醒呢，忽然这个顶门响了一声，轰如炸雷，山河大地呢，身心世界豁然顿空，俊辉寻常，
就是有一天呢，他在静。